我靠，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包啊，也太能装了吧。就是这个最近火炸的三十两清化妆包，看一下它有多能装。这边护肤品，这边彩妆，中间可以放刷子。谢谢你，两瓶三瓶，这个是真的很能装哎。就哪怕你已经装了这么多东西了，它还是一整个的很挺阔，它是有好几个颜色的，这个棕色就比较高级。这个价位，这个质感真的可以冲。